就业形势总体稳定，城镇调查失业率微降。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.2%， 比上年同期下降 0.3 个百分点。三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.2%， 比上月和上年同月均下降 0.1 个百分点。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.3%， 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.1%， 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%。 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为 5.1%， 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8.6 小时。一季度末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 1.86 亿人，同比增长 2.2%。